推出到至今，主持过大大小小的节目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但近年来，他选择淡出荧光幕前，而本性低调的他也很少会在网上更新动态。没想到曾志熙近日突然晒出自己跟张飞合照，并开心写下 OMG， 各位观众是飞哥，并笑说遇到飞哥真的可以说自己从小看对方的节目长大了吧。而一起同框拍照的还有老公陈志强和江宏恩与李维维，让他看到的照片忍不住惊呼：大合照，每一个人都冻龄，实在太不科学了。而飞哥在照片中的模样看起来变得消瘦，也让粉丝相当担心。同时有人好奇飞哥有没有考虑复出，好怀念飞哥主持的节目啊。you